友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到拜五，下晡2点到4点。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星空点大声，人在思念，今色的爱情会孤人行。阿边悲伤，阿边着惊，最后才知思念。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，咱在座座网友观众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，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，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。咱这个电话一万是和董树林定庆的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。来，咱继续看政治新闻啦吼。这个哪样哦？呼吁啦，呼吁这个民进党的吼，这个党主席苏清昌哦，讲哦，卖搁再谈和，就这个郭建铭啊啦，啊，来，这是中央社哦。伊讲的是哪样？这个中国国民党发言人杨伟忠今日伫咧讲，民主进步党主席苏清昌。应严肃面对司法官说伊的这个事实啊，卖搁再谈好啦啊！放任民进党立委这个郭建铭啊，嗯。那么特勤组九月召开记者会宣布，立法院长王金平啊，啊，甲到这个郭建铭。涉及到司法的这个官说，引发到后续也这个官说风波了。国民党下晡发布新闻，搁伫咧讲，有关检察官评鉴委员会14日对特侦组侦办官说案做出评鉴，苏贞昌以此
国语为由，要求总统马英九立刻道歉。那么这个因为终于在讲了，检评会国语已经真清楚啊，在讲的时阵安尼啊，哦，这个台高院啦，应该是台湾高等法院啦，吼，检察长陈秀峰以及到这个检察官林秀涛，确真接受关说的，哦，确实真经接受关说。很近的时阵，郭建明为家己司法案件，请托立法院长关说成功，哦，是为整个案件源头甲核心的这个问题啊。根据杨建中伊咧表示啦，民进党以及着苏贞昌无问是非黑白，哦，这个模糊焦点。一再火底，相信讲社会大众自由公平呢。那么伊伫表示啦，苏贞昌十四日受访的时阵，竟然对关说案表示，也无看到检评会报告内容伊的这个细节的，哦，无啊多人评论呢，哦，完全回避郭建明涉案事实，啊，甲民进党应该负的这个责任呢，实在是。匪夷所思啦。那么因为中在讲啦，苏贞昌哦，曾经公开表示啦，郭建明那是涉及这个官宣吼，民进党绝不好底啦。有，我进前伊有安尼讲，苏贞昌有安尼讲，但是最近三个月来，哦，郭建明身为官宣案的这个当事人，每边哦给。讲这书啦，哦，利用到国会殿堂等各种的这个场合，一再吼羞辱司法官员，哦，践踏伤害司法。苏贞昌不但不闻不问啊，甚至的时阵积极啊来配合啦，啊，都拢安尼啦。哦，都个党诶，我都听人咧讲，拢安尼啦。啊，就是安那，你家己党就是非不分啊啦，就拢安尼啊，大家拢为家己的党，是不是安尼？拢安尼啦。那么伊伫个讲啦，如今哦，检评会各级已清楚显示讲，司法个案关说存在的这个事实的，因为安怎讲呢？伊嘛讲这个什么呀？黄的啦，哦，黄世明这嘛应该爱。特质，吼、哦，交付这个检察院吼，啊、哦，叫检察院讲爱个特质的，爱个特质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官杀案同款，所以伊个新闻社讲的什么各拍五十个大板就对了，两个拢唔对啦，哦，拢唔对，吼、哦，这个王金平甲郭建明有官杀，吼、哦，有官杀。呀，这个检察总长这个啊，哦，这个建议的时候呢，又六条罪啦，六条罪，官杀案有六条罪，迄、那个泄密，不是官杀啦，迄、那个泄密啦，哦，泄密案，哦，泄密案，敢那有六大犯着六大条。也这个罪啦，哦、嗯。所以像安尼啊，国民党的这个发言人，吼、哦，伊在讲啊，都事实都安尼啊，司法，哦，这个个案关说存在事实的，哦，苏贞昌应该吼严肃面对啦，并且的时阵啊，兑现家己的这个政治诺言呐、承诺，哦，那么袂使搁再谈好啊啦，放任。这个郭建明啊，哦，那么有关特勤组巡回经理，因为中伊伫个讲啦，特勤组是民进党执政的时阵增设，而且伊的这个单位哩成立已经七年多啊，哦，那么伊说哪呢？办出袂少这个大案啊，哦，
譬如讲前总统贪污四案，法官贪污案，大高院检察官贪污案，行政院前秘书长贪污案，哦，伊嘛讲啊，就是这个林益世啊，哈、哦，诶、林女士哈，林益世，哈、哦，人伊嘛家己讲啊。那么国安秘小丁丁姐，啊、哦，诶，国安秘长，噶是你定位判无罪，啊，判无罪，特勤组阁上诉啊，哈、哦，特勤组阁上诉啊。那么现时特勤组各个时期有发挥民国1995年设立的这个当初立法院所要求的这个功能啊，啊，如今民进党为了包庇郭建明关涉司法案，企图以贿赂特勤组来模糊焦点。国民党坚决反对民进党这种的这个伤害司法的这个行为咧。哦，这是有关这个贿赂民进党要贿赂特勤组的。哦，也王金平甲这个郭建明关涉案，哦，这个民进党的包括董书记、苏贞昌，哦，伊进前的这个录音嘛，拢啊政治人物拢安尼啦，啊，讲归讲，做归做啦，啊，拢安尼啦，哦，所以你做你也看政治人物拢安尼啦，啊，伊若有利的，啊，伊就讲。伊若无你诶，伊就拢白讲。啊，即苏贞昌确确实实有讲啊，我新闻嘛报过啊。伊讲哦，若是郭建明哦，真真正正有官说吼，啊，伊无贪腐就对了。你也看，啊，即卖是哪个咧办啊？即卖即个按算讲，即个官说案吼，要搁重提就对了，要搁重提。哦，虽然讲定案啊。嘛会使阁重提，吼、哦，嘛会使重提，只要这个立法院通过的时阵安尼啊啥，迄、那个算讲，修改就对了，吼、哦。啊，会使阁，这个会使阁迄款嘞，因为只要迄个提迄个录音的嘛，吼、哦，提迄个录音的出来，啊，就会当阁重新。过来调查，重新过来调查吼。好嘞，哎，啊，这我看几分啊啦，十几分啊，看啊，13分啊。后来咱大家拢真关心这个台北市长的这个选举吼。啊，即马这个国民党的这个连胜文哦，参选台北市长吼，听讲啦，讲8-10。无离哦，8-10就对了，8-9啊，可能要出选啦。啊，那要出选嘛是爱经过因这个国民党内面伊的这个游戏规则啊。啊，那么这个啥人？我张开花，但这个啥物人？因为要参选高雄市长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。伊迄度有一个拉图啦，讲啥物飞行机场，迄、那个淡水遐迄边个，伊敢是要阁设一个啊，即个海外伊个即个降，迄、那个飞行机场就对啦，降落跑道啦，吼、哦，这是，但这啥物名我阁袂记啊，哦。啊，过来嘞，过来要选市长，吼、哦，过来民进党啊，哎，唔要，我讲了唔对，国民党啊。啊，那么这个是为哪样代表市长头号阵仗？伊个这个国民党中常委员啊、哦，中常委啊、哦，林胜文，尽管哦，啊未表态啦。但是党内人士昨透露，林胜文参选的这个几率真悬啊！哦，8-10，哦，党中央啊，甲的孙阿姨持续密切啊，伫个接触，
但是因为参选者真多啦，吼、哦，我有讲啊，讲什么，袂记啊，这个记忆有够歹吼。那么真紧哦，都要等明年，吼、哦，旧历年了后才会当明朗啦，吼、哦。从国民党传出，这个台北市长布局已经甲林姓文取得部分的这个默契啊啦，默契吼、哦。对这个。党的这个发言人杨伟忠强调，党将以初选机制公平办理提名，鼓励所有这个优秀的同志啊，哦，积极经营基层啊，哦，意思就讲赶紧的呐，基层你也赶紧走，哦，死狗那民调，哦，啊你那会算安尼啊，哦，出线啦，就会当代表啊这个国民党的。哦，啊来参选台北市长啦。但是哦，党务人士伫咧讲啊啦，所谓哦，木会伫咧木会讲哦，默契讲哦，大方向无唔对啦。而且党中央对连个参选嘛，保持着正面的这个态度。但是因为哦，你发哦，对啦，你为这个蔡正元有啦，嘿，蔡正元对，张哦哦，丁秀忠啦，丁秀忠无。丁秀忠当昨阮开会时，伊无去吼、哦，啊，为伊这个蔡正元嘛无亲身啊，拢什么伊办公室的什么兄啊，代表伊来就对了吼。伊讲哦，啊，就真无闲，啊，遐拜票，遐拜票，吼、哦，对不对啦？哎、啊，伊叫做市议员杨石秋，杨石秋嘛无吼。昨、哦、这个什么啊，这个陈玉梅啦，啊，甲因小弟啊啦，吼、哦，这因。因小弟啊，有来咧拜票吼、哦。啊，咱无的时阵啊，陆续拢已经有表态啊。最后，那是协调无好势啊，也阁是举办初选啊，吼、哦。啊，免啊，这绝对一定初选的啦。啊，大家要做市长，你袂甲想，哪有可能啦？都毋是较早讲用烧烟啊、汤啊、烧烧，讲啊好啦，你去选啦。吼、哦，啊，你着是。一个人啊，看要偌济好军安尼，啊，即马哪有可能？即马的像国民党，若甲安尼都爱倒啊吼，袂使参与较早安尼啦吼。那么林姓文特助，这个徐宏庭伊伫咧讲啦，吼。林姓文现在哦，唔是估计，唔是评估选，或者是唔选啊。你是伫咧思考讲，会使为市民做啥物啊？啊，做啥物、啊？嗯、啊，当然啦、啊，啊，即场的时阵，市长要拍，当然啦、啊，要替市民做啥物，这真重要。出来就是伊的这个政见啦、啊，对不对啦、啊？啊，政见。市民听了讲啊赞，确确实实，哦啊，这个人呢，吼、哦，实在是甲别人无同款。伊针对这个问题，吼、哦，阮台北市民实在是啊，有福啊，有福啊，安尼好，好，伊若出的时阵安尼，啊投伊一票，投伊一票，伊连胜文，就是咧像阿宏咧讲的，安尼就对了啊。要拍什么牌就对啦，安尼意思就是讲要拍这个选举牌是要拍什么款的啦，安尼啦。那么伊叫做最后会当达成目标，所以哦，爱等初选的时阵，哦出炉了后才会当表态啦。哦，这种秘密的就对啦。哦，这真迄款的啊，我若会出线，对不对？我初选出线，我就开始，我就端出来啊！哦，我要安尼，哦，伊也会顺安尼过去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好，这个郝龙斌哦，做了无好是倒伊啊，倒伊来，我即马，吼、哦，这我拢定迄款呢，哦，安尼。啊，当然，大家听，哎，有影哩，哎，较早阿伯村林囝啊，这郝龙斌，啊，都咧做啊，倒伊啊失败去啊，倒伊啊做无够的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做倒伊啊做唔对的啊。那么同款，因我关注的，就是讲哦，必须为哪样，
这个艰困选区的这个高雄市长选举啊。那么尽管一度传出可能由政务委员杨秋兴重披战袍，哦，啊，到的时阵啊，单局搁再一次的上演秋菊之争就对了啦。但是国民党立委苏清泉不以言伫讲啊，哦，政委资源可能比立委还搁较少就对了，吼、哦。总共啊，选举爱钱啊！啊，这个杨石秋的孙阿娘哦，选介侪遍啊呢！哦，我看伊个看板拢杨秋兴到安尼吼，就安尼就拢个选举的拢啊，结果选介侪遍啊，敢若调一遍什么遐安尼啊，剩个都拢落选啊，有钱的款，有钱的款。但是有钱就无人要甲你听呢，吼，对不对？要创啥？那么所以的孙阿娘杨秋兴曾经用伊伫诉苦了，吼、哦，爱用啥物甲人算，爱用啥物甲人算，钱都已经都迄款了。因此哦，根据了解了，目前哦，杨秋兴无排除转战高雄凤山，或者是讲。工山区的这个立委啦，哦，啊，这高雄市长，伊拢爱，迄个啊，拢爱夸较夸就对啦。啊，即马是讲好啊，啊无就做一下立委的开始啊啦吼。伊敢若有捌做，曾经做一任立委的款。那么相对伫咧北市选，将态度积极啦，南洋伫咧高屏充满着这个。确诊哦，确诊，诶，这个气氛啊，根据了解啦，杨秋兴原来虽然有意思参选高雄市长，但是因为地方普遍认为讲，伊脱离民进党了后，哎呦，啊、哦，对，杨秋兴啊，对，啊，我拄啊讲了去，唔对啦。哦，杨慈秋啦，杨慈秋换杨慈秋的啦，哦，啊，即马在讲的时阵，安尼啊，这个过去民进党的这个杨秋生的啦，哦，伊讲的时阵，安尼啊，要用什么甲人选就对了，啊，因此的时阵啊，根据了解讲，目前杨秋兴无排除选进高雄凤山，或者是讲冈山区的这个地位，欸伊本来是这个什么啊？高雄县的县长的什么样呢？啊，我伊若要选立委，我看是较有把握啦。哦，因迄个算讲铁票村的迄、那、哦、個，看倒位啊，应该是立委应该是无问题啦。哦，那么相对伫个台北市选将态度积极。哪样？哦，拄则我伫个讲诶，即个高屏充满着即个确诊率，哦。那么即个杨秋兴原来虽然讲有意要来参选高雄市长，但是因为地方普遍认为讲，伊脱离民进党了后，大胜以无党籍诶参选市长落选，啊，如今又搁加入国民党担任即个政委。哦，那么这个基层实力难免的孙阿娘，也较无啦，吼、哦。那么因此的孙阿党中央呢，那是属于派伊哦，精进单局吼、哦，必须积极吼，搭建舞台就对了，吼、哦。在这个屏东县的这个部分啊，目前哦，国民党规划人选包括无分区的这个立委苏清泉、行政院副秘书长甘泰隆等人，因为这个内政部，不是内政部啦，我讲了叫唔对，但是因为内部哦，这个民调显示苏清泉参选立委，伊这个民调明显。冠过
选县长啦，啊，那么所以哦，伊传出甘泰隆要拼县长就对啦，吼、啊。那么这个苏清泉选立委，吼、啊，伊的这个声音呢，吼、啊。那么苏清泉目标锁定立委潘明安竞选屏东县长了后。这个空出来的这个屏东县第三选区了，哦，那么以上跟大家报告到这，哈、哦，希望讲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再见，拜拜。什么是输？什么是赢？